这麻辣羊排，灵魂六十求生。排骨，家人们，哇！这块脆骨啊，先放着。待会吃，又嘎嘎凉。哇，带脆骨的，好吃吗？哎呀妈！这大劲排嘎嘎的。这脆骨是好东西，但是没咬不动。哇！羊头，这个是刚出锅的，耳朵。
哎呦我去！哇！哇！哎呦我去！家人们。太过瘾了，就这种吃法，我跟你说，直接绝了。这款火鸡面，家人们啊，这位置有小黄车，29块9给你发着散袋，直接去拍就行了。多煮一会儿，煮10分钟以上就能效果。宽面的非常好吃啊，嘎嘎的，直接去拍去啊，家人们。哎呀，一袋核桃1块钱左右，吃啥去？是不是？哎呀太香了，这腊八蒜也好吃，小黄车里头也有，你们喜欢吃的话上车里溜溜，9块9发散袋。